口腔是上消化道的起始部，我国口腔癌居头颈部恶性肿瘤的第二位。口腔癌的发生与很多因素有关，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。第一个方面，口腔黏膜白斑或者红斑有可能是口腔癌的癌前病变，所以口腔里面有白斑和红斑的人一定要经常照照镜子，观察一下自己口腔里这些斑块表面光滑不光滑，有没有出血，有没有溃疡形成，有没有疼痛等等。如果发现以上这些情况，一定要及时看医生。第二个方面就是长期异物的刺激，比如义齿，有些义齿的边缘比较锋利，经常划破口腔黏膜或者舌头黏膜，破溃的黏膜进一步形成溃疡，这要反反复复多次以后就有可能恶变。还有就是保持口腔的卫生，可以减少口腔癌的发生。第三个因素就是吸烟，研究证实重度吸烟的人舌癌的发生率是不吸烟的人舌癌发生率的5到20倍。第四个是饮酒，单纯的饮酒一般不增加口腔癌的发生率，但是既饮酒又吸烟的人口腔癌的发病率是明显增高的。第五就是嚼槟榔，槟榔和口腔癌的关系已经得到了明确的证实，咀嚼槟榔口腔癌的发生率是明显增高的。最后一个就是 HPV 的感染，也就是人类乳头状瘤病毒，人类乳头状瘤病毒与口腔癌的关系也已经基本明确，有可能是另外一种致癌的因素。